名牌到底哪里买才有最好的价格呢？今天传递幸福的瑞可姐带你环游世界一绕找名牌。首先呢就是选料，你肯定要回到他的巴黎总部 Come on Celine 呢，你是可以在韩国免税店找到最好的价格。 Gucci 呢，肯定就要回到他的意大利总店，总有好价格。再加上 LV 呢，你可以飞到北欧的芬兰，因为它的退税是高达 18% 之高的。最后呢，就是爱马仕，肯定就要回到它的法国总部咯。如果你在世界各地都没有自己的买手，也没有亲朋戚友可以帮忙，你也嫌坐飞机非常的累，机票也太贵了，你可以关注我 Rico 姐，我全球分布200个买手，可以帮你打造专属的名牌风格。